and Sherry。告诉大家现在是什么状况？最近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。买车吗？不是。现在这个访谈感觉是怎么样？纪录片的形式。台北内湖的 Sherry， 您目前是遇到了什么状况？其实我以前有戴过传统牙套，就约莫是国中的时候，因为我是很明显的大龅牙，所以我那时候呢的想法就想说把兔牙修正回去就好，所以我只有戴上排的牙套。殊不知就是因为我的下排牙齿太里面，上排牙齿又太出去，其实如果我只戴上排牙套的话，我牙齿很容易跑掉，门牙中间已经有一个大缝，上排牙齿超级凸，正面来说是看不到我的下排牙齿。你为什么要选择隐适美呢？自己也知道其实传统牙套就是因为你要粘那些铁的东西，可能要定期去给医生矫正牙齿这件事，我就是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子。隐适美有什么优点？你应该不知道什么是隐适美吧？我不知道。我也是就是决定要做牙套我才上网查。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就是一个完全透明的。第二个优点，它是电脑模拟出不同的牙套，比如说我每两个礼拜再去回诊一次，我可能就可以一次拿个三副。传统牙套我可能每个礼拜都要一直回去牙医诊所那边。做了这么多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你根本还没开始做。没错， Sherry 他也是想了很久了，所以最后假设他没有要做的话，这个影片也不会剪出来。反正我们的第一步就是我要先去找牙医诊所做评估。没错，加油加油，耶、yeah ！好 ，Go Go Go！手术台就会被一看，结果很多蛀牙，完全偏离原本的那个。等于就是不同制定的形状。对，就是完全依照你的形状，然后去做一些设计，然后看要最终要跑到什么位置，然后再把它，就平常就这样把它戴上去。平常这样戴对。完了，这个角度很危险的，王姐。怎么样？紧张吗？不要看。因为我觉得很惊人。那哇，太狂了吧！还忘了拿包包。好的。第二次来了，哇，硬汉直接，这个走出去不得了了。好，加油加油，够够够，想清楚啊，时间要决定的时刻了，哇哇。太狂了！我原本真的有这么乱吗？这是拿礼物了，一个很贵重的礼物。哇，第一副，总共几副？总共27副，所以它到时候每副就是都会有一个一个这样装的。哦，哇。真的是全透明的，那你先把它戴看一看。好，就直接这样戴进去。试试看。好。有点紧。嗯，有点紧。其实紧才是正常。嗯。松松的就没力了。嗯。第一点点紧，但是还蛮好戴的。你戴上去吗？嗯。不会啊，镜头上面看不太出来。真的、哦。对啊，已经都戴上去了。蛮猛的呀。而且一天要戴超过24个小时。连睡觉都要戴，喝饮料的时候要拆下来，要拆下来，喝饮料要拆下来。对，先这样戴。好，记得哦，好好好，要合作，谢谢，好，因为合作才会漂亮。好好，谢谢，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，谢谢医生。耶！开箱我的第一副牙套。对，人生大事，人生大事。真的，25岁的生日礼物，你送我的。哎，不不不。那我要开箱这个精美的东西了，噔！它的袋子的话就长这个样子，这就是他们隐适美的那个 logo， 噔！哇，精品，真的是精品啊！超浮夸的，一个牙套盒做成这个，哎、欸，很高级耶！超浮夸，
噔！哇，哎，高质感的，这个超级高质感的，好浮夸，而且还用这个，哇！噔噔噔，好，你把它打开，打开。哇，它是这样子开，哎，哇靠！反正呢，就是开箱了一个这个浮夸的盒子，但里面这个牙套才是重点。对，噔。本人在这边，反正它就是呈现一个这种透明的状态。哇，王位，王位之势。之后的一年，我都要跟这个牙套度过了。每个人不一样，但是他目前医生是预估一年嘛，那这样会影响到价钱吗？除非真的到一个三四年才会真的影响到价钱，不然可能有一个 range 之内都是差不多这个价钱。这样戴越久越划算了。又没有人想要看，我真的完全看不出来。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影片应该看不出来，近距离看的话，你就会感受到，就是它还是会有点透明透明的感觉啦。其实说真的，能做隐适美牙套的诊所很多。隐适美这个牙套这个东西呢，它其实就是最多的判断还是医生，医生等于会决定你最终你的牙齿要变成什么样子。电脑它其实会跑出一个理论上要的样子。说真的，牙齿跟整形有点像。正常来讲，可能这样就好了。但假设你想要修饰你的脸型的话，你可能排列可以稍微再尖一点或之类的。因为像我自己，就是因为我笑的时候，其实嘴巴会有点不知道往哪边偏。那会不会跟那个就是没有很牺牲，很牺牲？好，反正我那时候就有跟医生讲这个困扰。反正他的意思是说，他其实看我的侧面是觉得，其实我是上排的整个牙齿感觉比较突出。对，他现在牙齿是这是上面嘛，这下面对就比较远，调整完以后就接在一起了。医生就是跟我讲说，他会先让我的下排牙齿被拉出来，上排牙齿再推进去，拉出来推进去才能发大财。好，真的学之后就是会慢慢去记录一年的纪录片，真的。中间就是也会带到一些我可能去诊所回诊等等的，然后反正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带的过程这样。那接下来的话就要等大概半年后。对，半年后才会再出现。好，OK。